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怂了？打我呀，小王啊！打我呀！都在干什么？朱总。 对不起，周总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谁允许你在这里的？周总，今天是季小姐让我来的。不管是谁让你来的，立刻从这里滚出去。周总，他打伤了季小姐，你怎么还袒护他？他是我的副总，怎么处置他是我的问题。 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立刻向石总道歉。我再说一遍，道歉。石总，对不起。 别人推你，你又只会躲吗？周总，你好了没啊？进来。怎么了？你帮我看看这扣子太紧了，怎么扣都扣不上去，烦死了。 笑什么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连扣子都不会系啊？你帮我系。我，好吧，你这扣子都系错位了。哇！你干什么？周总，说我警告你啊，性骚扰是违法的。 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气血双虚，胸肌腹肌还能如此发达。那是自然，我周志斐哪样不是出类拔萃？那我再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别乱来！我没乱来，我就是很难遇到这么适合练武的材料。哎，周总，要不你跟我习武吧，认真的，我可以教你我们施加24式拳，可以增强体魄有益身心的，怎么样？我不需要，你离我远一点。 远点，还怎么把你系扣子？先系完扣子再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怎么不用了？不是你让我系。哎，我会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学会了，我知道。你想光着身子去吃饭啊？好了好了好了。我就是来通知一声，可以吃饭了吧？ 这什么地儿啊？你看，山里都这样。哎，我们去洗。哎，擦一擦就好了。慢点，小青花，小朋友。哦，哎，又是你！哎，周领导，谢领导，谢领导，谢领导。这是我们村为了欢迎你们特地准备的最高礼遇的欢迎仪式，撒豆子啊！但是呢，这些豆子我们撒完了之后，还会回收起来的，不能浪费粮食嘛。好。 欢迎你们啊！来，乡亲们，欢迎！周总，你还好吧？我好的很，用不着你管我。周总，他们说撒的豆子越多，福气越多。那。 给你个戒！豆子越多，福气越多，是吧？啊！<笑>
你也得参与嘛，是不是？上去！你把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石花花，你太变态了吧！我早就知道你对我图谋不轨，就算你见色起意，但现在我最起码是个病人啊，你连病人都不放过了，太过分了吧！你想什么呢？是你说冷好吗？真是，声音沙哑，喉咙阻塞，舌苔不用看我也知道，你这就是气血双虚导致火烧咽喉而不散。喝药没用的话，只能上手段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！你，周总，配合一下，只要救出沙，明天就好了。我不需要。走。叔，你干什么？好了，很快。怎么样？舒服吧？叔，我今天下午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坚持一下，你明天就好了。叔，我。实话，你是恶魔最爱的天使，不惜发威，你肯放弃统治，故事没剧本，观众的矜持牵动举止，不再迷失。是你让我燃起烈焰，勇气无所顾虑，天生如此之欲，无法控制内心思绪，是我歌词都在犹豫，搭配见你旋律，而这段藏头诗诵，你希望会觉得有趣，陪你一起走黑夜到白昼，和你手拉手无法到白头，未来的生活我们总在研究，全力搭配源自你的每个温柔，或许会有性格的差异，或许存在经历的差距，或许这些算不上是难题，爱你是公开的秘密，我不知道找不到诀窍，你像是路由器，可以解锁我每个教练。我也怕水，待会儿我在学校的时候你也可以保护我。浪漫场面，甜蜜的考验，我会认真完成这份考卷，看你的侧脸，思绪慢慢加速，升温沦陷，就像是维纳斯点燃了你的粉色火焰，陪你一起走黑夜到白昼，和你手拉手无法到白昼。教练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互不相似的灵魂如何感受，互不相似的经历有点相同，互不相似的怎会走到最后，陪着你哪怕是几镜头，我不知道找不到诀窍，你像是路由器可以接收我每个讯号，那么深奥的对调的恐怖微笑，但都是我的错，怪我无理取闹。你是像你遗落的天使，就是我是他对钱的宗旨，不是每句的爱是潜台词，牵动举止不再迷失，你是恶魔最爱的天使，发威，你肯放弃痛。